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来看下文啊。又十千劫乃是一经，璎珞但言一劫二劫，此经纵有行部一劫圆融啊。这一段呢，清凉大师有一个小注啊，给我们注明啊，这个十千劫乃是一经呢，就是圆满经啊。那么此经纵有行部之下，幕后啊，一句解释得很清楚，行部啊，那是圆融之行部啊，所以跟一般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不一样啊。华严这个经论呢，这个意思说得很多啊，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，显示出啊，这是无障碍的法界啊。清凉大师说，四无碍啊，啊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啊，这个才是啊，圆融具德啊，无障碍的法界。所以善财为我们实现的是一生成就，不要等到来生了啊。那我们一般人啊，这一般普通人业障习气非常深重啊，这一生遇缘又不善，我们学佛这一生当中也能成就吗？华严经的答案是能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华严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所以华严法华确确实实是引导我们归净土啊。啊，净土法门呢，待业往生呢，只要你真正能信、能愿、能行居住这个三个条件，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常讲信愿持名啊，这就是心念行啊。啊，行是什么呢？只持名号啊，求愿往生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真正念佛人还是要放下万缘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不要放在心里 啊，放在心里面呢，那都是障碍，叫业障啊，障碍是障碍你不能往生啊，通通放下，你就没有障碍了
果然能够放下一切执着，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啊，凡圣同居土是执着没放下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放下啊，生凡圣同居土，执着放下了啊，生方便有余土，分别放下了，与一切法当中不再分别了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妄想也放下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生长极光净土。所以华严幕后啊，道归极乐，这才得到究竟圆满啊。那么由此你就明了，净土法门不可思议，华严圆融具德。那净土是不是圆融具德呢？当然是圆融具德啊，那圆融具德就不可思议了。这一称六字洪名，古大德说啊，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，叫万德洪名。那个万是形容，不是数目字，就是圆融具德啊，真的是一心一切心啊，具足一切心，一念具足一切念啊，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呐！啊，所以这个地方，这个业经呢，就是《人王经》啊，《人王经》上所说的啊，《璎珞经》里面呢没有说十千劫，但言一劫二劫啊。那么这个时间都是很长了啊，这个都是这个。行部次第法门，再看底下这一段文，亦有淫词下文，正称词性，乃是舍意生性，成就圣性，出无明地生如来家。以有则获灌顶而生位等，非是性故啊。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抄里面说，这段文旁续一说啊，这是在隋唐时代安国法师他有这种说法啊。那么大师必须在此地辨别清楚啊，为什么呢？怕我们受到影响而对这个经教产生疑惑啊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，一定要
断疑生信呐、啊。他说的也不错，而且是引本经的经文。那么他以为这个心不是实心位里面的心啊？为什么呢？那叫舍意生心，成就圣心。圣心就是同生心啊。同生性跟异生性呢，是法相唯识里面的名称啊，名词。什么叫异生性呢？跟诸佛用的不是一个心性，这就异了啊。同生性呢，跟佛是用一个心，那么你就知道了，诸佛用的是什么心呢？真心，十法界里面的众生用的是什么心呢？妄心。妄心就是一生心，真心就是同生心，跟诸佛相同啊，就是此地讲的圣心法相唯识的修行总的纲领，转世成智啊！啊，转就是舍啊，识就是一生性啊，智啊，那就是同生性。转八识成四智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六道凡夫啊，用的是八识，第六意识是分别，第七识是执着，第八识是含藏夜袭种子啊，就像什么，像仓库一样，你这一生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，阿赖耶里面都有档案啊，这一生如是，过去生生世世那个档案通通都在，而且记录得非常详细，一丝毫都没有漏啊，不是别人给你记的，是你阿赖耶识里头自然有这种功能啊。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录印象啊，啊，那我们自己呢，印象深的我们就很清楚，印象很薄弱的我们自己早都忘掉了啊，但是你忘掉是可以，阿赖耶识里头没忘掉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就用的是跟诸佛如来用的不同的心呐。那菩萨呢？菩萨把这个舍弃掉了。你看，
不要第六识了，第六识分别，不要分别了，啊，不要分别，它自自然然就变成妙观察智。啊，我不执着了，不执着是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。这两个一转呢，阿赖耶自然就转了，阿赖耶转成大圆净智。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转变成尘俗作智，这四个都有智，所以叫转八识成四智。啊，四智是什么？四智就是我们讲的大菩提心，真心呐。这叫圣境了，啊，法相中用功，啊，也就是学习的总纲领，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那么八识呢，有从因上转的，有果上自然转的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在因上转。啊，前五识跟阿赖耶是果上转的，换一句话说，在因地修行呢，用不上力。啊，因地修行呢，只有两个，第六、第七。啊，第六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所以从这两个下手，这两个转过来了，前五识跟第八识自然就转了。啊，跟着就转了。啊，你看看，跟师尊在华严上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的？啊，跟佛法总的纲领，啊，总的修学目的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！你看，学执着就成正觉啊，正觉则成为阿罗汉；学分别。学执着就是转第七识，啊，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，就是正觉，就是阿罗汉。转第六识，第六识是分别，转分别为妙观察智，就是菩萨，正等正觉。然后呢，阿赖耶转了，阿赖耶转成大圆镜了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故宗啊，典籍里面讲的不一样啊，这是世尊当年在世的方便说。因为学生很多，根性呢不相同，啊，善根福德都不一样。世尊说法了，应机而说，啊，总是随众生心呢应所质量，啊，这个就是善巧方便了。方式不一样啊！你看用那些名词术语啊，修行的这个方法不一样，可是它的原理原则相同，方向目标一致，
决定没有改变。学业生性，成就圣性。那在我们现前，我们再用方便法来说，因为净宗修行的重视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了。《无量寿经》三辈往生品里面讲过，往生正因里面讲过，我们要记住啊，不要到临终时候往生产生障碍，那是你自己误会，经上决定没有说错啊，要知道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啊，一向转念没有问题啊，实在讲没有问题还是有问题。一向专念，大势至菩萨讲得好啊。怎么叫一向专念？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叫做一向专念。啊，那么这一句话，再浅一点来说。就明妙行菩萨讲得好，念佛的秘诀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个就是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那么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什么？怎么个发法？啊，我们把菩提心很具体的简单的说出来了啊，菩提心，你看观经上讲的至诚心，身心回向发愿心啊，《起心论》里面讲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，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，就是《起心论》讲的直心。哦，直心是至诚啊，真诚到基础啊，这是体啊。啊，身心是作用啊，身心是自受用，就是你用什么心对待自己，你怎么对待自己，你怎么样对待别人。所以起作用啊，不外乎这两个，一个是对自己，一个对别人的。啊，对自己叫身心，这身心就不好懂了。啊，无量寿经的经题上有修学的指导纲领，那就是身心。啊，无量寿经经题，诸位要记住啊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
清净平等觉境。无量寿庄严是果报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。清净平等觉是修因，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啊。所以我们对自己要学习，心地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心要觉悟啊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收进来了。我讲菩提心呢，讲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菩提心啊，这是我们天天要学的。在哪里学？在生活当中学啊。我们起心动念是真诚心，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是正觉心，是慈悲心啊。生活如此，工作也如此，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的是这个心，这叫发菩提心啊。然后你这一句佛号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没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！啊，无量寿经上跟你讲的这个原则，你通通做到了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要舍虚伪的心。啊，虚情假意啊！啊，真诚的反面是虚情假意。啊，虚情假意是一生性的，要舍去啊！啊，要成就真诚心，要舍一切染污。啊，染污里面有善跟不善，通通都要舍弃。啊，那个染污啊，善是三善道，恶是三恶道，业因呐。如果你不舍掉，六道出不去。所以善与不善呢，通通要舍。决定不能执着啊，要放得干净，要放得彻底啊。平等心怎么修呢？对任何人没有傲慢心，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啊，你不如我，我胜过你，这是不平的 啊！要知道啊，佛在大乘教里头千言万语告诉我们呢、啊，生佛平等。你看他说话多谦虚，他把众生放在前面，佛放在后头。他没有说佛身平等，身佛平等，身佛也如，这就是佛对众生的尊重啊！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有没有把别人排在前面？我自己放在后面。这就是佛，佛就是这样的。佛总是把别人排在前面，自己放在后面。
处事待人接物要有智慧，不能用感情呐、啊。啊，正觉就是不用感情。啊，用感情觉就没有了，就迷了。啊，你看看，清净平等正觉对自己啊，啊，这就是真正。啊，对别人呢，只有一个慈悲。爱人如己啊，真正懂得尊敬人，真正懂得爱别人啊，敬别人，这个要学啊，这是我们现前的功课啊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学看破啊，看破什么？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啊，学放下，放下学不要执着啊，不执着不分别啊，起心动念我们不要说，那个太难了啊，只要能够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了不起了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要学自在，要学随缘。啊，自在是什么呢？现在讲放松啊，不要紧张啊。随缘不攀缘。啊，最后是念佛，念佛的目的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的方向目标完全正确。啊，这一生当中确实我们也能做到学一生心成就身心，出无明地生如来家了。无明地是十法界。不但出六道啊，而且要出十法界啊，如来家是一真法界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，这是如来家了。说已有则获灌顶而身未登啊，那么这是在华严经上看到的，十住菩萨第十住啊，叫灌顶住啊，所以他说非是性故，为什么呢？实性里头没有灌顶位啊，实住圆满的时候有灌顶位啊，初住已经明心见性了，见性成佛了啊，那么这个意思是安国法师啊他说的。下面的清凉大师爹给我们的开示，这若尔初地其得灌顶身位也，
这就是反问。啊，灌顶是最高了。那初地，现在我们在经常看，初地在灌顶之上啊。这个灌顶位时是十住位啊，十住菩萨灌顶位啊。十住上面是行，十行上面是回向。啊，十回向上面在初地啊。初地叫欢喜地，我们讲的是法喜充满啊，儒家所说的不亦乐乎，他到这个境界啊，这个地方清凉说得好啊，下面说若云辗转进入佛地，何以不得识字于性啊，辗转入也。这一段，这是假设，对方啊这样的说法啊，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呢？也不能成立。如果是辗转能够证如佛地，那为什么不能够识于性位啊，真正入佛地是初住啊，初住才破一品无明，这一份法身呢，脱离十法界了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初性位的菩萨没有出六道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其性呢，才出六道轮回。初住出十法界，所以若是辗转进入佛地，那为什么不从初性开始呢？啊，就说他这是初性位啊。还没有能够舍一身性成就身性，出无明地生如没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说的简单一点，初性位的菩萨没有出十法界啊，初住出十法界，初性指这个指正一个微不退啊，三不退里面呢，微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啊，他指正的一个微不退，虽然在六道决定不会堕三途，这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。如果要不求生净土，
他还有隔音之谜啊，但是他决定不走三恶道。如果要求生净土呢，难得了，他不是生凡圣同居土，他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比六道一般的凡夫高明多了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，你就晓得净土真正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再看底下一句，说若许从性辗转入者，何以要判此乃涉凡入圣？啊，如果你说行啊，这个可以从初性就辗转入佛地，对，那为什么这个经上的时候啊，又要判？这是用他自己说的，他自己前面讲的，谁一生信成就圣性，错无明地生如来家啊，这个就是决定不是实行位啊。请伢引地下文，下文自有实地智慧呀。啊，实地才是真正进入佛地了啊，佛地家了，这登堂入室啊。啊，初住菩萨已经入了佛地家了，到达什么地方呢？大门进去了。啊，大门进去一定有庭院的，里面有堂屋啊，登堂入室。啊，施住这是入门了。是行是回向啊，登堂了；是地呀、啊，入室了。啊，所以下文我们看到往下讲的时候，下面有十地品呢。那十地品当中，啊，此中上各住形象。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实行位，实行位上去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啊，然后再判为入地，乃孟浪之谈呐、啊，孟浪是在开玩笑了。这些问答啊，说明实性里面的发心跟初住发心，虽然发心不一样，有前身差别，但是发心的功德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不可思议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法是圆融具德法了
啊，虽然讲55个位次，这是刑部，刑部是圆融的刑部，跟一般大小臣里面讲的刑部次第不一样，境界不相同。看破前身光霞不相等啊，道理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看破前身光霞不相等啊，就智慧不相等，心量不相等。大臣通教别教啊，华严里面讲宗教啊，实教宗教别教，那个心量不能跟原教相比啊。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一部经的经题讲经题的时候，讲这个华严的当机啊，也就是说能够学华严经，能够接受华严经的对象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啊？十种当机里面最后一种叫大心凡夫，我们常讲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这是虽是凡夫，一般凡夫没这个心量啊，因为他的这个心量呢，跟菩提心相应。所以他有条件来学习，有能力受持啊，又何况这些大型凡夫，决定不会舍弃念佛求生净土。乘着华严的大船呐、航向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啊，这肯定的嘛！啊，去下发心品，啊，就是底下这个十七品。一判为初地发心，一通智慧啊，这是经中所判的这个解答的好啊，问的人引经，答的人也能够引经下面还有一个问答，请看素文。问下云：无量亿劫勤修学，得是无上菩提智啊！是则非一生也。
一非十千呢，亦为无量啊。这个问呢，问到此地，这也问得好啊，是在讲都是帮助我们啊，我们学这个经还问不出来了，有没有这个疑问呢？有啊。啊，幸亏古大德带我们问出来了啊，让我们也能够断疑生信啊。这是经文上说的无量亿劫勤修学，得是无上菩提智啊。那这个就是不是一生的，也不是十千劫，那总不能说十千劫就是无量吗？这个问题怎么解答？下面大师为我们设法解惑，通思难真，应有二义啊！难就是前面这个难题啊，这难题啊，通是说把它贯通啊，把这个障碍排除掉。应由而已。第一个是此月行步辗转一股，那么经上所讲的这个是行步辗转之意，说的不是假话，圆顿根性的众生跟我们一般众生有没有差别？有啊，有很大的差别啊。那么在中国就有例子，像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，那就是圆顿根性的，在中国历史上五千年的历史，慧能以前没有慧能这样的人，没有这种根性，慧能大师以后这一千三四百年也没有这根性，我们跟他真的是不一样啊。那么能大师的根性是不是像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量亿劫勤修学？我们听了点头啊，是啊，他真的是无量亿劫勤修学，成就今天的根性。我们在无量劫这个阶段中没有他那么样勤学啊，所以我们的根性不如他。所有一切众生啊，个个都是无量劫来啊，都在学习，生生世世在学习。学习的功课很多啊，这许许多多的功课都必须要完成
才能圆成佛道啊。没有完成就不能成佛了，证据不能提升境界啊，通通要学圆满，当然不是一生的，所以这个是就行不辗转这个意思来讲的。第二个呢，从圆融方面来讲，越圆融啊，展出无碍啊，故如上所辩，啊，就圆融来讲呢，这个意思就不一样。念皆圆融，一念可以化为无量劫，无量劫呢也可以变为一刹那。那为什么呢？信得法而如是。那称信呢？称信里头没有先后，就是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。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这个意思没说尽，但是现在时间到了。我们明天再说。